为什么侯友宜大家觉得好像他变了，其实他就是人格被扭曲了。人格会被什么扭曲？就是会被权力扭曲。当他开始想最高位置的时候，他就会出差错了。你像恩恩案，老实讲，当然对恩恩的爸爸是爸妈是一个很大的伤害，可是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，这不是这么大的问题。嗯，你就像卢秀燕，有人打针，这个昏倒了，他马上道歉嘛，是自己新闻局长讲错话，他马上道歉就没事啦。如果侯友宜第一时间说啊，这件事情确实我们有疏忽啊，我们就什么人应该惩处，大家不会这样子，而是拼命的要去掩饰，再去演戏，然后再去假装，然后弄到后来支支吾吾的，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那他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那个更高的念头啊。嗯，所以大家也才会想说，哎，他到底要不要宣布？这怎么会是一个话题呢？但是范老师，我先讲一下这个，再让你回应哈。恩恩爸他被问说会不会恨侯友宜啊？哈，他说他想了三秒钟，而且还红着双眼啊，说会。他说他现在跟妻子、女儿都住新竹哈。想当初如果是当时事发的时候是在新竹，不在新北，他会去想说会不会恩恩事件不会发生。其实说我的父母亲真的会一直回想说，当时我如果不是在新北，会不会不这样子？那恩恩爸说，想了三秒说确实他会恨侯友宜的时候，侯友宜的回答就叫做完全能理解家属心情。恩恩的爸爸其实是一个理工男，我们知道他是成大的毕业的机械，那其实是很理性的啦。其实我认为他对侯友宜一开始根本没有恨，他只是想知道真相。可是你侯友宜用这种那么皮的态度在面对一个家属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才会产生那个恨意。这个恨意我觉得是因为侯友宜的态度啊、哦，那你今天如果真的是很有诚意，我觉得我相信恩恩爸爸也会释怀，因为发现这件 新冠肺炎，很多小孩子不幸往生，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是心痛的。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生气，是在于说你整个新北市政府，特别是卫生局，你到现在给 CDC 的资料都不完备，而且被人家抓出很多破绽，那侯友宜就只会讲说，哎呀，我们感同身受啦，讲了半天，讲了说了一些漂亮话，没有实际的作为。所以那个才会产生恨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侯友宜今天哈，就是说他讲说没有要选才会宣布，这个跟柯文哲讲法一样啊。柯文哲当初问他说要不要选总统，他说我不选才要宣布啊，嗯，就他觉得我就是要选的嘛，嗯。那今天侯友宜，那再就是说，我觉得林佳龙他其实是有攻击能力的，所以他才会讲说恩恩。就恩恩的案子让侯友宜从铁汉柔情变成铁石心肠，这句话是蛮重的哦。就你在这个事情上，你是一个让大家觉得没有温暖的，然后你今天侯友又说我要出了一本书叫《改变的勇气》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光是这次恩恩的事情，你就应该改变整个新北市政府的组织文化，嗯，他并没有改变呢、啊。消防局长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卫生局长呢，我依然好官我自为之，没有一个公务员，没有一个哦，嗯，因为这个恩恩案而受到惩处的。大家会觉得，难道恩案这个处理是完全是完美无瑕的吗？没有任何检讨的必要吗？连一句道歉都没有，连道歉都没有哦。你起码有一个人出来要为这个事情负责，一个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叫什么改变呢？所以大家会看到的是，侯友宜当了8年的副市长，再当了4年的市长，他当了12年不够久吗？新北改变了什么？所以你要呼吁改变的勇气。对，要改变勇气。我希望他从他自己改变起啊。嗯。你不要再用那种啊讲那些空话、套话、废话。你把你自己，你先改变你自己的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态度。嗯。再来，再求组织改变，否则大家会觉得你讲什么组改变的勇气，你自己都没有勇气。就我觉得侯友宜真的，他之前他很会包装，他跟媒体关系非常好。嗯。那。甚至我都很他的那个民调那么高，我也可能他真的是很善于用这个方式，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何，人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，可能跟那些民调或许是有落差的，有距离的。所以我觉得林佳龙现在他开始不断的在追击，而且他是反守为攻，所以你看为什么侯友宜会那么紧张，他一开始你看他讲说那个啊，不要从阳明山看新北啊，要从观音山看新北，后来被林佳龙打脸了、改变的勇气表示他吓到了啦，已经在惊讶了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就是因为恩恩案，在恩恩案没有发生之前，他其实本来是真的有听说，他真的是有打算，就是新北市长不连任，找一个接班人，然后他准备要直取
2024的总统，毕竟他的民调是第一名嘛。可是因为那个时候，其实那个柯文哲也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：“哎，这个直取总统这个逻辑好像怪怪的。”没，他是真的有这个打算。所以政坛有在传说，是不是侯友宜放弃连任，直取总统？他本来是有这个打算，可是在他挣扎的过程中，就是四月发生、五月发生恩案以后重创。你看那个他的满意度哦，本来信任度掉了，虽然还是很高，可是掉了整整8%多。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月内那个因为恩案掉了8%多，那个是骗不了人，所以他自己知道恩案对他是重伤。所以你看他为什么突然讲了改变的勇气，然后开始跟国民党这些小鸡开始拍照。他之前根本理都不想理他们，现在开始有没有？我还骑脚踏车，这么亲民的穿 T 恤，有没有？就表示他意识到这件事情。我再讲一件事情。2014年，排谁？当大家在支持柯文哲的时候，小弟在新北市支持游锡堃，我算先知啦。所以说道歉，我根本不用道歉，我当初只是看到。收回来。我看你游锡堃一边那一场晚有一个晚会，游锡堃的最后一场竞选晚会，那一场其实是关键点。刚刚博文哥说他只输20,000多票，为什么那一场是关键点？哦，全部大家都跌破眼镜。因为当时那一场游锡堃本来他要申请的场地，朱立伦是不给他的。朱立伦就要去第二体育场，很远的一个地方。游锡堃要申请在那个新版那个特区的那个车站广场，就车站那边嘛。朱立伦自己有个场地，但是他不给游锡堃那个场地，他说你给我去第二体育场。那游锡堃当然不要，游锡堃就说你这个假人告稿。所以游锡堃当天晚上他是硬办在违法办在板桥的那个火车站，因为我小弟在现场。9点的时候警察过来，本来要驱离。我伫第一线，那警察拿了盾牌，本来高兴讲，后来为了困呢，我 kick 卡起来逃嘛是应该、我都已经做好被 K 头的打算，就因为那时候有媒体在拍，所以他们突然马上就发现说，哦，媒体在拍很危险，所以就撤兵，突然就9点多就撤走，所以后来当天晚上没有发生事情。那隔天小赢就是那个朱立伦是小赢20,000多票，本来预测可能要赢到20万票，我觉得就是骄兵必败，就。游锡堃是个很看起来就是那当时是很弱的没错，他是个弱者。但是你朱立伦只是行摇摆，对于很多中间选民来讲，他们不喜欢这种态度，就是说你行摇摆，然后挑战者在跟你挑战的时候，你完全就是不屑人家，认为说啊你要准备输20万票。当时朱立伦是想说赢20万票，他要直取，就是完全忽略他啦，他准备要去选总统那种态度。完全不管你的对手，然后一副就是要当总统那样子，其实看在选民的眼中是会不舒服。你觉得侯友宜现在在重蹈覆辙？对他觉得这一次因为特别恩爱的关系，然后林佳龙又整队过来以后，他有发现说，他如果在用那种骄兵必败，就是那种摇摆的台东，他有可能。当然我不敢说林佳龙会赢，林佳龙确实还距离一大段。可是当他的差距拉近以后，比如说原本打算赢20万。当时他赢30万，那个有苏贞昌嘛？那如果赢20万、10万，他每的那个拉的距离越近的话，对他的政治前途影响，特别是一个新的摇摇被中这中斗，所以他这一次为什么改变的勇气？改变的勇气其实不是什么为了什么新北市民啊，他为的是他自己的政治前途。他是知道他不得不改变，所以只好因为农历七月快到了嘛，夜间吹口哨，所以说我有勇气。我刚还是回来这个改变的勇气这件事情。两个骗子，你就看他心境改变。在恩案没发生之前，他拍了一个什么炉边谈话，炉边夜话。那炉边夜话我们都知道那是谁，罗斯福总统。所以他那时候的心，他是不要选连任，他要直取总统。但是他当时可能是要去培养刘荷兰，或者是想要去拉起江启臣，因为如果新北输了，他就算不选，但是新北没办法，国民党丢了，他也不用选总统了。所以他那时候的心境叫做炉边夜话。那时候江启臣的名字被提出来，就是在那个前面的时候，他想要让他接棒。对，因为他必须要确保新北市不能丢掉嘛。所以那时候他是直取总统，他就不宣布连任。然后朱立伦对他没皮条，所以朱立伦根本就完全的对他没皮条。